のゴールデンコンビ。さあ行くよ。ここだ、セルフスルーパス。これが僕のトルネードアロー雷獣シュートだ。やっぱりサッカーは楽しいな。Hey, hello， 大家好，又我 Tom， 欢迎大家翻到嚟咧足球小将奋战梦幻队。OK， 咁啊，新嗰两只月未限啊，终于出啦，包括系嗰大天使咧，同埋泰来咧。咁啊，大家正话喺条短片你见到新嘅泰来嘅 S12 啦，咁啊，另外就系嗰大天使嗰只新嘅 S 地蛇。咁啊，今次呢两只角咧，其实我就会觉得啦吓，如果你话大天使嚟讲咧，就系、是、绝对系嗰只系旧嘅力嘅月尾限天使嘅加强版啦，一样咧系，如果你扭成功嘅话咧，咁样就会加倍，咁嗰只就可以好快咧就出到嗰只 S 地射。咁另外泰来咧，其实今次咧就系最主要系玩佢嗰招新嘅特技啦，即系如果你喺爆佢嘅情况底下，咁如果你就系做 match up 啊同对面咁啊，就算 even 系嗰个得胜率咧系低嘅话咧，都可以系照俾你过啦吓，咁啊详细多少资料啦，咁啊稍后咧就会系再同大家去分析翻啦，不过咧就。如果你話係問著我咧，咁其實我就會係考慮 skip 噶啦，因為咧就嚟緊會有其他詞會出啦，咁我咧就會係留勢去抽其他。不過咧就同大家去睇睇嚇，咁啊嚟緊會有啲咩新嘅活動啦嚇。OK， 咁啊嚟緊啊 K-Lab 又會係再搞呢個係股呢個係 DC 2022嘅呢個係冠軍、亞軍同埋季軍嘅呢個 campaign 啊嚇。咁大家如果係揀咗嘅話咧，咁希望你揀啱啊自己嗰隊深水隊啦，咁啊希望佢可以攞到冠軍啦。咁如果佢攞到冠軍、亞軍嗰啲咧，咁啊分別咧都會係有石啊有黑波係派翻俾大家嘅。咁啊喺二號咧就會開始投票咯。好，咁啊嚟緊又會有一個新嘅呢個係comeback 呢個活動啦，咁啊又會再睇下喺呢一段期間啦，即係呢個二號開始去到一月啦，咁啊睇下有幾多玩家係回坑咁樣，而係決定嚇會有啲咩獎品係派俾大家啦。咁另外新嘅一關嘅少林寺十六強人又開打啦，咁啊喺二號咧就係再俾大家去打咯。咁另外咧就有一關新嘅強襲啊，咁啊，今次咧就係可以俾大家打到呢個係拿破崙嘅S 低空，咁啊呢個係到時出咗啦，咁我睇下佢嗰個係難易度係點啦，咁啊到時咧就再同大家去拆解啦。好，咁啊適逢啦，嚟緊啊 K-Lab 會慶祝呢個係五週年紀念啦，咁啊喺呢個五號當日咧，咁咧就K-Lab會係有啲禮物嚟派俾大家啦，包括有石啊、井寶啊、有券啊咁樣咯。咁啊石嗰度咧就會係派幾多咧？咁呢個咧就係到時再睇再睇啦。不過咧就應該咧就應該派嘅數目都唔少噶啦嚇。咁啊，除咗係正話嗰個禮物係派俾大家之外咧，咁啊另外係其他活動啊，包括有呢個係特別詞啦嚇，咁啊呢個詞咧就可以係俾大家去抽咁啊抽咗之後咧，就有機會咧會中到嘅一啲係月中啊、月尾啊，同埋一啲 ND 角咁樣嘅。咁啊，另外咧就係有呢一關啦，呢一關咧就會係應該係有兩場波啦嚇，對電腦啦，咁啊大家打咗之後咧又係可以攞到啲黑波啊、拆技券啊、石啊咁樣咯。咁另外新嘅一關嘅呢個係拆幣活動又嚟啦嚇。咁啊，大家拆咗啲幣之後，咁啊，今次咧就可以係都係同其實同之前都係差唔多啦嚇，都係一樣可以係照換啲黑波啊、專屬黑波啊、券啊、石啊咁樣咯。咁啊，另外就係呢一個活動咧，就可以俾大家一日打一次嘅嚇。咁啊，大家打咗之後咧，就會係有一啲係大感謝十年抽券啊。咁啊，呢啲大感謝十年抽券咧，就係其實同之前嗰啲周年嗰啲一樣噶啦嚇，都係有機會咧可以俾你係抽到嘅月尾限啊、月中啊，同埋 ND 角咁樣嘅。咁大家可以係可以儲埋一次過抽啦嚇，但係如果係心急嘅，咁啊可以係佢一派到嘅就即刻抽都 OK 冇問題嘅。咁另外新嘅一輪嘅 PVP 又會開打啦嚇，喺呢二號咁啊叫做五周年紀念杯嘅第一回。咁啊，佢今次幅圖咧就 show 太耐啦嚇，咁啊可以俾大家攞到嘅獎品咧，
都會有係泰勞嗰招 S 地射咧，同埋有係赤井嘅 S 檔咯。因為嚟緊咧就會係出一個係新嘅日本國家隊詞啊 ，part 三啊，咁啊當中咧就會 up 住赤井，咁所以就 Caleb 就借呢個係 PVP 咧，咁啊可以俾大家可以拆到個招檔啦嚇。咁另外咧就係喺呢個五周年紀念當日咧，咁咧就係Caleb 都會係送一隻係呢個國家隊嘅新坦納俾大家嚇，當然係補傷啦嚇。咁啊啲新坦納係會喺出場點咧？咁啊到時咧睇咗係啲數值啊、特技前期各方面係啊，咁啊再同大家再分析咯。咁另外新嘅 ground 嘅呢個係 information 咧，亦都會係俾大家去打啦嚇。咁啊大家其實同之前咧都係差唔多噶啦，都係打曬之後咧一樣有黑波啊、拆技券啊、石可以攞到咯。咁另外呢個咧就係新嘅 daily mission 啦。咁啊取代嚇，即係依家大家需要打紅幣嚇而去攞嗰粒石嘅活動嚇。咁啊透過呢個 mission 咧就可以係係咧有券啊、黑波啊，又嗰粒石可以攞到咯。咁另外有新嘅一輪 lock in 啦，咁第一彈嚇呢個五周年紀念 lock in 嚇，咁啊喺今次 lock in 咧就係佢每日咧都會係派一啲係大金石十年抽券嘅，咁所以就係大家可以透過即係唔同嘅活動啊，又喺 lock in 咧，咁咧就係儲埋曬所有嘅大金石十年抽券咧，咁啊就一次過抽咁樣睇下會有機會咧中到啲新角咯。好，咁啊，正话有同大家讲咧，就系Caleb 嚟紧会系出呢个新嘅日本国家队嘅 part 三呢个词啦，第三弹吓，咁啊，今次咧佢就会喺呢个词里面就有 up 呢三只角啦，包括系三杉纯啦，咁啊健威同埋赤井啦吓，咁啊我变相几期待呢个词啊，因为我本身就冇乜日本角啦，咁啊所以如果佢睇佢到时出成点啦吓，咁啊如果系啱嘅，我都会抽下佢嚟嘅。咁另外同一時間咧，咁啊，除咗你個日本國家隊之外咧，咁啊 ，Caleb 都會係去出一個新嘅西班牙詞啊。咁大家又喺呢度見到啦。咁啊，呢個西班牙詞咧就會有 up 呢三隻角啦，包括係小天啦，咁另外就有呢個恩尼斯達啦，同埋呢個係格蘭迪奧斯啊。咁啊，佢呢三隻應該咧就唔會出得太差嘅嚇，因為始終係國家隊啦。咁大家都有睇到。佢之前出嘅唔同國家隊咧，其實所有啲角咧、數值啊、特技潛技各方面都 O K 嘅，咁啊，同埋打層級咧都普遍都多人用嘅，咁所以佢今輪咧出呢個西班牙詞同埋呢個日本國家隊呢 part 三呢個詞咧，其實我都會幾期待嘅。咁當然啦，嚇、這個係等到星期五啊，到佢真正出咗之後咧，咁啊再同大家去詳細分析佢哋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有 round 新嘅呢個係 Dream 呢個係 Step Up。呢、这個係詞咧，亦都會係出啦，咁啊取代依家舊嗰個咯。咁啊，大家透過呢個詞咧，咁咧就可以係抽翻嚇俾嗰只係ND 減位啦嚇，咁啊同埋有嗰只係荷蘭古力子啦、古力頭啦，同埋有嗰只係前鋒啦。咁當然啦，大家如果係有多餘石嘅話咧，就先考慮抽佢哋啦。如果唔係嘅話，都可以 skip 啦，因為始終係舊角。咁另外就同一時間咧 ，Caleb 都會係都其實都講都幾講掘金嘅嚇，咁啊又再翻出翻另外呢個詞，咁啊呢個巴西詞，咁啊當中有 up 啲舊角咯，都係咁啊，包括係嗰個巴西 DF 啦，同埋有嗰只係低空利華爾啦，咁啊大家可以睇翻情況啦嚇，咁啊有需要先抽翻佢哋咧，咁啊另外就係呢個五換一呢個詞又翻嚟啦，咁啊我諗大家都等咗好耐啦，即係儲咗成倉咧，都係嗰啲係要突又突唔到，咁啊又燒唔到嘅 SSR 角啊，咁啊大家可以透過呢個詞咧就可以換翻啲新嘅翻嚟啦。咁另外呢個 Dream Pod 呢個詞咧亦都會更新啦，咁啊取代翻依家係run 咗好耐嗰個舊詞啦，咁啊今次又 up 呢兩隻角，咁呢兩隻角係包括係嗰只墨西哥同埋嗰只係大媽啦，咁呢兩隻其實就用咧就唔會點叫人用啦，不過始終係用佢嘅隊技啦，因為始終兩隻都係隊技加廿五啦。咁、哦、另外 Caleb 今日咧就係有新追加咗係三 round 呢個 roll 新 roll 大家去打，咁啊其實我咧就已經打咗噶啦，咁我喺稍後咧都係拍翻片啊，同大家 share 翻咁我係點打法啦，咁啊其實。今次三 round 咧，就如果你話打咧，其實就唔係話十分難嘅啫嚇。如果你係本身即係有砌好隊係
高半盾隊咁嚟講咧，咁其實咧就如果你要過嘅話都唔係難嘅，因為對面咧就算係佢有隊技啊，有位前技啊，有加半減半都好啦。咁如果你對波咧係使得夠半咁，其實咧都可以係好輕鬆可以過到咯。咁呢個稍後咧就會係再喺另一段片咧就再詳細同大家講噶啦。咁另外呢啲 package 啦，咁啊呢一個咧就會係比較吸引啦嚇。呢個係$8嚇，咁大家如果係有本錢嘅話咧，都可以係考慮買一買呢個咯。OK， 咁啊，今集嘅主要題目咧就係圍繞住講呢只。兩隻新嘅月尾限啊，咁包括係呢隻係大天使啦，同埋另外仲有隻泰來啦。咁今次咧佢喺大天使嗰邊咧就會同一時間去噏埋另外嗰隻係技麥龍嘅，咁另外泰來呢邊咧，咁大家可以睇翻啦，佢就會係噏嗰隻叔叔咯。咁又會同大家睇睇啲大天使先啦嚇。咁佢今次係出速熟啦嚇，咁淨可以打一個位置 DMF 嘅咁啊。張卡咧，其實個設計咧都幾特別嘅，大家見到佢個大天使個大頭樣喺後面會喐嘅嗬。咁當然啦，你要係喐部電話嘅時候先會見到呢個效果啦。咁佢 Rising Sun 啦，咁啊體力咧，哇，佢去到1300喎 ，OK 喎，都算高喎。咁如果你再揼埋嘅話咧，咁佢個體力咧分分鐘有去到係1400、1500嘅啦嚇。咁數值方面咧，其實今次即係大天使咧，佢單玩8隻嘅。因为呢你见到佢攻击能力方面呢佢去到啦係有成43800嘅扭呢有13000啦射波又去到15000喎。咁个全波呢有都有14000嘅非常高喎。咁我再睇佢防守数值方面呢咁佢铲呢都有13000啦 ,pass cut 呢一样有13000啦。咁佢其实防守数值呢8啊整体都有成30000多咁所以呢其实拍得住呢依家嗰啲新角even係啲新角啲后卫嗰啲数值嘅。咁另外體能方面咧，大家睇翻佢速度一般啦，9000多咧，咁力量咧都有13000一樣高喎，咁技術有12000啊，咁高空同埋低空都係普通嘅。隊技咧，佢就呢個全員嘅能力值咧就會係加 21% 啦。咁另外特技咧，佢就有貓拳啊。咁佢有跟3招 S 技啦，咁有招係新嘅 S 主技咧，就地射嚟嘅，就530威力嘅，咁啊無視距離嘅，咁另外就佢有跟招係S 扭啦，招 S 扭就500威力嘅，都係新嘅。咁另外就有跟招係S12就475威力嘅，咁咧你就要拍住另外嗰只小天使去出嘅。咁即係你要確保啦即係如果你係出呢啲係大天使嘅話咧，都要有細嘅天使喺隊度啦咁先可以出到呢招 S12 咯。咁另外咧就有跟招係 S 拳啦就325威力嘅。潛技咧佢就喺呢個係速熟兩人咧只係速熟啫就全隊嘅能力值咧就係加 6% 啦。咁另外就係如果佢用必殺技嘅時候咧，就會慳體嘅慳15% 嘅。咁佢另外咧就會有個熱線啊，咁如果係你自己對波嘅選手咁如果係透過呢個係大天使傳波，然後攞到波嘅話咧，咁下次用呢個係必殺技嘅時候咧，個威力咧就會加3%。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 match up 對面嘅話咧，咁咧就可以係封對面兩招必殺技喎嚇，咁個發動率咧都有80% 嘅嚇。咁另外仲有咧，就係如果你扭成功嘅話咧，你就可以移動距離嗰度加5倍啦嚇。咁即係其實同之前嗰只係舊嘅大天使都係同一樣潛技嚇，都係扭一扭咧就可以扭遠，咁跟住咧就 and then 咧就好快就去到對面龍門咧，咁跟住再起腳射波咯。咁今次呢係速嘅大天，我會覺得佢係OK 嘅出得嚇。咁因為咧佢係用招嘅時候可以慳體啦嚇，咁呢個都好重要啦因為始終咧就係你大家見到啦，佢招咧都頗食體嘅，尤其是佢招射咧要用成490嘅體力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佢有呢一招嘅話咧，咁可以係用多啲招咯。咁另外咧就係佢有呢招熱線啦咁呢一招咧其實都OK 嘅因為如果你透過佢傳波嘅話咧，咁你自己對波嘅選手攞到波嘅時候，下次再用任何必殺技嘅時候都有 up 喺度咯，加成
咁另外最殺食嘅就係呢招啦嚇，咁啊都 OK 嘅，因為你如果你 match 對面嘅話，就可以封夠對面兩招技，咁所以咧就係方便咧你去做進攻又好，又可以做防守啦嚇，即係譬如如果真係封到嘅話咧，咁個效果咧就可以係做到好似之前嗰只月中斯丹咁上下啦。咁啊呢個咧就更加唔使講啦嚇，咁佢扭成功嘅話咧就可以係即係移動距離加五倍嚇，咁即係其實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就係、是。依家有其他角咧都有相同嘅潛技啦，包括腳葉美亞叔叔啦，即係扭如果係成功嘅，咁啊好快去到對面龍門，咁啊再起腳射，因為大天使咧，佢招新嘅主技咧，其實個威力就有去到530嘅，同埋無視距離，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如果你係喺中圈嚇，咁如果你扭過咗對面啲前鋒嘅，咁啊好快去到對面禁區頂咧，咁啊再起腳咧，咁加上佢係無視距離嘅。情況底下咧，咁就好容易啊，就會係有機會咧，係即係連對面龍門咧都會射穿嘅。咁當然啦，就係另外仲有咧，就係佢係有新加呢一招特技啦。咁呢招特技亦都係非常好用啦嚇。咁大家如果又有用開即係貓喂嗰招特技嘅嚇，嗰啲貓拳咁啊，大家都知道佢呢一招其實咧就會係幾通用啦嚇。咁啊，另外再睇翻啦，咁佢白值嗰度更加唔使講啦，大家睇到佢攻擊能力值方面係非常高啦，三圍都去到13-45，咁另外防守數值一樣唔係低嘅，都有13嚇，鏟同 pass cut 嚇，咁啊再加埋佢體能本身都係高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呢只係大天使啦，即係如果你話係揾佢愛嚟做防守中場嚇，咁其實如果係齋防守嘅。OK 啦，因為佢白值夠高啊嘛，所以咧就點樣都會頂到下啦。咁另外咧就如果你揾佢嚟攻嘅話咧，都一樣係咁好啊。點解咧？因為佢有嗰啲潛技啊，一扭個對面咧就好快去到禁區再射啊。咁啊，美中不足嘅地方咧就係大家見到佢係冇帶呢個 auto pass cut 啦嚇。咁所以咧就係如果即係對面咧係興玩地圖傳嘅話咧，咁啊好容易會過去投咯。咁同埋咧就係佢本身咧就係冇跟呢個防風啊。所以咧就會係好容易俾對面係封到技咁，所以大家係如果係抽中佢嘅話咧，咁啊有必要啦，喺個防技嗰度可能咧就要係食夠 double 啦，可能食兩招鏟啊，又或者係兩招 pass cut 啊咁樣啦。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地方咧，就係佢淨係可以打呢個 DMF 啦，即係其實同另外之前嗰只狗嘅大天使一樣，都係淨係可以打一個位置咁啊。呢一方面咧都係爭少少，不過咧就睇翻佢整體嘅潛技能力值啊，各方面咧，咁就算 even 咧，佢打呢個位置咧，我相信咧，佢都會係幾稱職嘅嚇，即係攻守兼備嘅。OK， 咁啊，下一隻咧，同大家去睇咧，就係呢個新嘅泰來啊。咁啊，係咯，喺講佢之前咧，都俾大家睇一睇佢個後面嘅 background 啦，係佢嘅大頭啦，都係如果你電話喐嘅話咧，都會見到佢嘅頭喐咯。咁咪力熟啦，今次出啊，咁一樣淨係可以打一個位置叫做 OMF 啊，咁一樣 Rising Sun， 咁啊體力咧佢都有1300-1400一樣咁高，咁如果突埋嘅話都有成1400-1500咁啊，如果話體力嚟講算唔錯噶啦，咁啊數值方面咧一樣都係單玩白值啊，今次佢出呢個月尾限啊，咁之前嗰只係大天使啦，咁啊今次呢只係泰來一樣係啦，咁大家見到佢攻擊能力方面啦，整體嗰個三維數值咧，白值咧係去到45000啊，即係高到癲得好誇張。咁啊，扭嗰度佢有16000啊，嚇，咁啊射波都有15000啊，咁啊傳波都有14500啊。咁啊，另外防守方面咧，大家見到啦嚇，咁佢鏟咧都有12000啦，咁啊 pass cut 一樣有12000啊，咁啊佢整體嘅防守能力咧，白值咧都有over 30000，一樣咁高。咁啊，體能方面咧，咁啊，大家見到佢速度咧就9000+啦，咁啊，力量咧都有12000啊，咁啊，另外技術咧都係11000啦。咁啊，高空啊普通啦嚇，咁啊低空啊大得意嘅。咁啊，隊技咧佢就呢個係全隊嘅能力值咧就會加 21% 啦嚇。咁咧個特技咧就係呢一招啦嚇，呢一招咧就係講咧嚇叫係堅實勝利嘅。咁啊，其實佢意思就係點解咧就係。當佢喺爆氣嘅時間咧，咁如果佢係 match up 對面嘅時候咧，咁如果係嗰個 RNG 個比率咧，佢得30%或者以上嘅話咧，佢都係照贏到嘅。咁啊，當然係要喺爆氣嘅時間啦。咁啊，佢係可以係發動3次咯。咁啊，如果你話對龍門啊唔計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對其他位置咧都可以發揮到呢個效果啦。咁但係其實呢一招你話係咪真係咁實用咧？同埋你睇翻今時今日嗰啲 RNG 嗰啲比率咧，咁我係亂曬大龍啊！所以即係我就有保留嚇，佢呢一招特技係咪真係咁實用啊？
咁啊，咁佢有跟三招 S 技啦，咁有招系 S 1 2啦，咁啊新嘅，咁啊要拍住呢个刺猬出就490威力嘅。咁另外就有跟招系 S 高空啦，吓咁啊545威力啦，咁一样要拍住刺猬出咯。咁啊，但系咦好得意喎佢，大家睇翻佢正话咧，佢高空系普通啊，低空啊先大得意嘅咁啊，所以佢呢招S 高空变咗食唔到嗰个系得意嗰度咯。咁另外再睇咧，佢有跟招系S pass cut 啦，招 S pass cut 咧就475威力嘅。前几啊睇埋咧，佢力属嘅两人咧就会系全队能力值加6%啦。咁啊，另外扭成功嘅话咧，系个移动距离一样可以加5倍啊，即系其实同正话嗰只大天使一样啊。咁啊，另外咧就系有带呢个 auto pass cut 添，吓个发动率咧都有80%，所以一般嚟讲都会发动到噶咯。哦，咁另外传波俾佢嘅话咧，就系个波系必高空啦，吓咁就其实造就佢出嗰招 S 高空技啦。另外咧就佢又變相就有帶防風咯嚇，正話嗰 大天使冇防風，佢又有防風嘅泰來嚇，就防風夠兩招嘅。咁啊，今次咧泰來咧，我就覺得啦嚇，即係如果你話係齋睇前期咧，其實佢都有佢個實用性喺度嘅嚇，因為咧始終佢個半夠高啦嚇，加6%得㗎，咁呢個 OK 啦。咁另外就係如果係扭成功嘅話咧，咁可以係嗰個距離可以加5倍，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係OK， 即係扭成功嘅，好快就會去到對面龍門咯。咁另外就係佢有跟呢個 auto pass cut 啦，咁其實大部分嘅泰來咧都係有跟呢一招，咁其實呢一招咧都好好用啦。如果你喺中場嚟講係有擺佢喺度嘅，咁其實對面咧如果係要傳波都唔係易啦。咁另外佢又有防風啦，咁啊仲要係防風夠兩招添，咁所以咧你都唔使係旨意係想封佢技。咁另外就係如果你傳波俾佢嘅時候係必高空啦，咁其實造就佢都可以係開到嗰招 S 高空。咁大家睇翻佢嗰個特技咧，其實佢今次呢、這個特技其實都係有待觀察啦，我覺得因為我有盟友咧係真係有中咗佢咧，咁真係有試過test 佢呢個係特技咧，咁但係其實 so far 咧都仲未試到，因為咧又係真係要係match up 對面，咁而家咧嗰個係比率咧係真係要係 exactly 係啱啱可以高過30或以上咧，其實未必易嘅，因為咧佢一般嚟講咧都係會係開低嗰呢個係比率啦，咁啊所以變咗你話要試佢呢個效果，其實都唔係易啦。不過咧就同埋咧睇翻今時今日嗰啲 RNG 比率咧，我就會覺得啦都已經係亂曬大龍咁，所以應該開細嘅又唔開細，應該開大又唔開大咁啊。佢如果係有呢一招嘅話，咁係咪真係可以幫補到佢嚇？即係喺爆氣嘅情況底下，真係逢人必過啊！又或者係即係想點做都 OK 咧。咁啊，呢個真係要再有待觀察咯。咁啊，佢本身嘅跟住技咧，就其實就暫望落去咧，佢有 S 1 2啦嚇，咁呢個 OK 啦嚇。咁啊，威力咧都有490啦。咁啊，但係佢有冇 S 樓咁，所以大家都有必要係俾佢食翻招流咯，咁另外佢有跟一招係S 高空啦，咁你傳波俾佢都係必高空嚟嘅，咁啊另外有招pass cut， 咁啊最後睇埋佢數值啦，咁啊佢同正話嗰只大天使咧都同一樣啦嚇，嗰、那個白值咧都係非常高啦，咁所以佢就算 even 咧係冇特別嘅加成底下咧，即係對其他係位置上有加成咧，咁啊大家單靠佢嘅白值咧，其實咧都已經係可以係即係穩贏嘅，或者克制對面嘅對手噶啦。咁啊，當然啦嚇，即係如果你話係進攻嚟講咧，佢白值係再高啲啦。咁啊，所以如果你揾啲泰來咧，如果係齋我嚟進攻咧，再睇埋佢體能嚇，都係一樣咁高嘅時候咧，其實一定咧就會有佢威力喺度噶啦嚇。咁啊，大家如果係抽中咗佢嘅話咧，其實咧都可以不妨派佢落隊，咁跟住咧就係擺佢中場正中嘅位置咧，咁啊發揮個最大效果咯。OK， 咁啊喺呢度咧就同大家睇埋啲數值啦嚇。咁啊首先睇一睇泰來先啦。咁啊即係泰來咧，其實今次咧就冇乜被動加成嘅嚇。咁啊所以咧大家睇翻佢數值咧，咁啊喺最尾個行啊扭咧就會有係31萬啦。咁啊射波咧都係36萬噶啦。咁另外咧就係佢高空嗰度咧就係普通啦。咁但係咧就都有37萬啦。咁啊另外低空啊大得意啦，咁都有35萬。咁但係其實佢要開到低空其實比較難啲，因為全身波俾佢都係高空。咁啊，傳波咧就都有30萬啦，咁另外鏟咧同埋 pass cut 咧都有26萬嘅分別嚇。咁啊，大家可以睇翻呢個泰來嘅數值啦。咁大家見到佢其實冇乜係
被動加成嘅，咁所以咧佢其實單靠佢嘅白值啦，咁啊單靠嗰個白值嘅加成底下咧，咁啊大家見到佢嘅數值其實咧都係會係介乎喺30万到左右咯，咁所以如果你話係作為角色嚟講咧，佢嘅數值係算係平均咯，咁啊大家可以係透過呢個係表嗰度參考翻咯。好，咁我係另外喺呢度咧就同大家睇埋嗰個天使嘅數值嘅大天使嚇。咁佢一樣咧，同嗰啲泰來咧係冇任何嘅被動加成喎，咁所以大家去睇佢數值嘅時候咧，就淨係單睇佢最尾嗰行就得噶啦。咁佢扭咧就31万啦，射波咧就有37万嘅。咁另外咧就係傳波度咧就會有29万啦，咁另外鏟波同 pass cut 咧分別都有27、8万咯。咁呢個係大天使咧，佢其實最主要咧就係玩嗰個扭啦，因為佢有啲潛技，就如果你扭成功嘅話，就係嗰個距離加5倍。咁你加5倍之後咧，跟住你再射出嚟起嘅射咧，咁佢嗰一招咧個威力咧都有成530，咁同埋無視距離，咁所以基本上咧你係總之你去到對面嘅禁區，又喺禁區頂咧再起腳咧，其實咧佢射出嚟個威力就已經係相當高啊。咁另外咧就係佢進攻啊同埋防守嗰方面咧，大家可以睇翻咁嘅數值咧都係偏高啊，咁所以大家如果係抽中佢嚇 ，even 咧係擺佢喺呢個係。DMF 位嘅話咧，其實我會覺得啦嚇，一樣都會發揮到個威力咯。咁當然啦，係你要係確保咧，係你係要係有埋另外嗰只係小天使喺個隊度咯。咁啊，等佢咧係開到嗰招 S12 啦嚇。咁啊喺進攻方面咧，就會係更加會有一個大幫助咯嚇。OK， 咁啊。今集咧就講住咁多先啦嚇，咁大家正話睇完嗰兩隻新嘅月尾行嘅數值嘅話咧，咁如果大家係要抽嘅，咁我都祝大家好運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一抽入運啦，咁啊都可以中到嘅大天使同埋嗰個泰來啦，咁其實兩隻咧你話實用性嚟講咧係有喺度嘅，咁但係咧你話係咪真係屈機到係真係必抽咧？咁其實我就會有少少保留咯嚇。因為咧，嚟緊咧嚇，睇翻星期五啦，好快啦，過多兩日咧，咁啊新嘅一輪嘅日本國家隊 Part 3同埋呢個西班牙池又會出咯。咁啊，所以我有石喺手咧，其實咧我都會係留翻啦。咁啊，睇下到時咧係睇埋嗰兩個池嚇出嘅角嘅數值咧，咁啊再衡量係抽邊邊啦嚇。咁啊，大家如果係喜歡條短片嘅話咧，咁啊希望大家俾翻個 like 咧，咁啊 share 條短片出咧，同埋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啦。咁啊，下集再見啦，拜拜。